检票后在第一院的上车。欢迎运值与乘坐的舒适度，普优马新字强号不发售无座位票。可是搭乘本次列车的旅客，请您不要上车。开始搭次车票旅客，是否不票乘车？不搭乘车照单补票，并加收50%的票价。谢谢你的配合，花莲站祝您旅途愉快。各位您好，搭乘16:06开往国东。